消防车警笛大响，火速赶往港口边，停在 ATF 563大台舰旁，消防人员动作迅速，朝着现场人员指挥的方向前进。隔壁，隔壁，隔壁！基隆市消防局在10号下午4点多接获民众报案，表示码头的军舰冒出浓烟，且看到舰上人员正在利用灭火器灭火。消防人员不敢大意，立刻出动前往救援。尽管抵达时，火势已经被军方人员扑灭，但消防员仍组织队伍上船仔细搜寻，确定火势已经完全熄灭，才安心下船。可能气象场查看了哈，是属于军舰上的那个烟囱，烟囱底下是厨房。哦，还有关键的起火原因由那个辖区一个港消分队来处理。调查鉴定，到达现场时还有烟还有火吗？都没有，都没有。所幸火势很快就被扑灭，虚惊一场，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至于起火原因，仍待进一步厘清。记者朱俊荣、张志仁，基隆报道。